大家嚟到啊！依个星期第二集嘅《香港人家书》，有广传媒嘅何良茂老总同埋 MHK TV 嘅老乐咧，一齐咧就系同大家分享一下香港同加拿大一啲嘅时事嘅。老总你好，你好啊，老乐同埋各位网友好。系咁啊，老总啊，我想问你咧，有冇喺加拿大咧租过屋住啊？有，我一落地即系讲紧廿几年前喺多伦多，我哋租过屋噶，租人哋嘅地牢啊 ，basement 住啊，系。哇！住地牢好陰功嘅喎，嗰陣時我記得我自己住個地牢咧，去到十一月咧，基本上咧你就見到一個窗仔出邊咧，全部俾啲雪積曬。去到第二年嘅而家三四月份咧，嗰啲雪嘅水位跌翻落嚟，只見到上面啲草地嘅啦。係啊，哇！嗰啲氣窗或者嗰啲係唯一光源就係喺個接近地面嗰度嗰個。那個氣窗其實很窄嘅，就扁扁長長。係。冬天係睇唔到出邊嘅，係暗無天日。不過有燈，咁啊都好啊，起碼都係實實在在嗰、那個間隔各方面，廚房啊冚唪唥都幾齊備嘅。不過我短期啫，我短期你嗰係三四十年前嘅事嚟啦，呢啲都係。係啊。係咪？咁啊，你嗰陣時嗰啲業主有冇黑薄你啊，或者係對你不好、啊？哦，冇，嗰啲係朋友介紹嘅，嗰、哦、啲都係嚟自香港嗰啲 friend 嚟嘅。咁啊，唯一就係當時我哋就係未有車啊嘛。係。咁啊，變咗不過咁，你住得人哋嘅地牢咧，都有獨立嘅門口出入嘅，但你又唔會入到主人嘅自己嘅真正大門，你喺旁邊側門嗰度。啊，就離開，然後跟住就係有個籬笆，亦都有個門，即係你自己係自出自入，基本上係唔會俾呢啲即係麻煩俾主人家。咁啊，當時都關係幾好㗎，我哋啊，咁啊，我哋準時交租啦，當然嗰時我哋住幾百蚊一個月啫嘛。哇！而家我哋對比起，無論嚇加拿大嘅 Toronto 啊，或者係 Vancouver 咧，我尤其是我哋 Vancouver 啦，已經係差唔多全國裏邊租金最昂貴嘅呢啲地方嚟㗎啦。是啊，最近有些網站呢、啊、即是唐人網站、啊、就教一些叫租客是怎樣可以即做租霸，所謂租霸就是不交租還拿業主著數，甚至拿搬遷費、甚至、一些、關於設施上的賠償費、啊、總之呢就是如果業主報警呢、啊、你還好添、啊、那變了呢可以賴住不走嘅，即係俾埋曬嗰啲叫做同業主對著幹嘅技巧，同業主鬥爭策略喎、哦。咁仲有咧一個真係好陰功嘅做法，就係咧喺啲喉裏邊啊、啲水渠啊、排污啊嗰啲嘅地方咧，落毫無泥石屎落去。哇！好陰毒喎、哦。咁啊，等嗰啲水管啊、啲潮氣啊，就浮翻上個屋裏邊。咁你知啦，即係喺冬天裏面你濕一濕，再加暖氣咧，就好容易發毛啊！到你間屋裏面有毛菌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大條道理咧，就屈個業主賠償啊、減租啊、諸如此類，總之敲竹槓嘅做嘢就做足快啦，係嘛？咁啊，好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你第一你攞呢啲嘅著數，你又喺呢度住，但你又有毛菌，又已經係非常之戇居嘅件事。但你係破壞緊個屋主嘅依一個 property， 依個亦都係好陰質嘅事嚟嘅。誒，龍哥，你講啲咁陰毒嘅招數咧，其實係嗱幾重犯罪喎、哦。第一，教人嗰個係有事嘅，係教唆犯罪。係。第二，你如果你作為租客，你跟埋去做，你自己咁樣做亦都係犯罪，因為咧你係破壞緊業主嘅即係。房產啊，或者係佢嘅屋企嘅設施。第三，喂，好影衰成個社會，影衰曬華裔喎、啊。因為你咁樣即係話，你嚟租地方住，雖然加拿大咧係出名係保護租客嘅，即係所以成日都好多租霸欠租不交，但係趕唔到佢走。但係唔能夠因為保護租客，你咧就要用盡曬一啲。旁門左道方法去攞你自己嗰份最大嘅好處，而呢啲係非法嘅行為，所以我覺得，喂，教嗰個有事，學嗰個就更大鑊。其實可以隨時坐花廳嘅喎。如果你係PR， 你拿住依一個嘅楓葉卡，又或者你一個嘅海外留學生，你做依一樣嘢，
就即係換句話講咧，將來你入籍會唔會有 criminal record 咧？嚇，你自己諗啦。咁如果你有咗 criminal record 之後，咁啊，你仲可唔可以 extend 你嘅 student visa 咧？你又自己諗啦，係嘛？咁啊，當然啊，即係某一個國家、某一個民族衍生出嚟嗰啲嘅人嘅性格咧，就淨係睇眼前嗰啲嘅小利，係嘛？即係細事就搏命，係嘛？大事就忽略嘅，即係呢個係一個民族特性嚟嘅。咁我都唔再喺度鞭策得咁緊要啦，嚇，因為點解咧？嚇，即係呢個民族咧，大部分啲咁嘅人，你憑攞一兩點嘅呢啲嘅清水，係冇辦法幫呢個民族嘅洗乾淨嘅。好啦，但係咧，我就唯有咧就係建議所有嘅一啲嘅業主。你可以做到嘅嘢系点样呢？你哋可以考虑嘅就系其实就系喺一个中介人帮你去 screen 你嘅一啲嘅租客嘅质地。咁啊，当然啦，即系你个 briefing 同呢啲嘅中介人讲，你就唔可以大条道理。我唔要人哋喺我间屋里边煮咖喱，佢啲 chicken 多多冇好人，你唔可以咁噶，死紧嘅。但系你私底下可以俾佢知道，佢一样去照吸纳呢啲咁嘅申请，因为佢就会帮你。去睇晒你所有啲租客嘅性質，但係或者你同佢講啊 ，no Mandarin speaking， 或者係大陸人，我一直都唔租。咁你其實你可以同個中介去講嘅。OK， 當然佢勸喻你啲 political correctness 嘅嘢嘅。嗱，不敢，你咁樣 advisor 咧，就好似出現咗一個所謂種族歧視嘅嫌疑嘅。啊，咁啊，你可以同你中介人咧就話你 prefer 邊啲租客。系，似乎就唔好讲话你唔 prefer 边啲租客。调翻转嚟讲，如果咁样咧，你系 racial discrimination 咧，你未租到俾人，你自己俾人告上法庭咧，就好大镬嘅。啊，咁啊，阿老鄂唔好俾啲沉重主义啦。但系个问题咧，啊，你就要小心有一个问题啦，因为如果啲人唔去交租，凭你自己冇咗嗰个嘅中介帮你去追咧，你其实就好蚀张嘅。個原因係點解咧？真人真事，我有個朋友個叔叔，佢以前有個地方空咗出嚟租俾人，咁啊幾個月都唔交租，咁啊上門敲門，人哋交租，嗰個租客咧係直情咧就兇翻翻佢轉頭，話佢侵犯佢嘅 property， 影響即係唔係佢 privacy， 我應該講翻 privacy 係擾亂緊佢嘅依一個嘅生活，仲報警，咁啊即知道最後咧法庭係禁制令，係唔准佢賣翻佢自己嘅 property 裏邊追債嘅。哦。所以好蝕張嘅，咁啊，但係亦都有啲嘢要俾大家去知道啦。啱啱有一個 case， 有個人咧就租咗間屋就俾一個嘅本地人，咁啊佢又翻咗大陸娶老婆，咁啊然後翻嚟咧就諗住住翻自己嘅 property， 就希望呢一個嘅租客走。咁啊租客就話：喂，我同你簽咗3年嘅租約，我賴死唔走。咁 end up 佢就鬧到上法院，而法院就係 honor 翻嗰個嘅 contract 啊，嗰個 agreement 嘅呢一個嘅dignity。就唔需要個租客係會搬走，咁你唔好以為間屋係你隨時都收得翻，係嘛？即係依一個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好啦，當你真係俾咗依一個嘅 notice， 要求佢幾時走，要預翻一個月係你真金白銀，你個租金俾翻佢，送佢走。咁所以咧喺加拿大裏邊咧，你做業主咧係好蝕張嘅。即係首先要同大家即係 set 咗個 stage 先，咁啊同埋咧，即係你真係好似阿老總講啊。你會 prefer 租你啲咩人？其實嗰啲嘅 agent 咧，佢就自己會醒目噶啦。佢點解咧？因為個問題係佢每個月收你5% 又好，幾多錢嘅依個服務費又好，佢會唔會咁忙居幫你揾咗啲搞亂檔，要麻鬼煩，成日都要維修啊，跟住又俾唔足租，係依樣嗰樣那樣啊，之下裝摩洛哥。因為你有個中介喺度咧，依啲嘅中介就會變咗係煩佢就會幫你 take care 曬依啲嘅 nitty-gritties。咁佢會唔會自己咁蝕張啊？佢梗係揾個哇，睇下何良茂，咦，即係相貌堂堂係嘛？即係人生得高，個樣又令人羨慕，仲要電亂毛啊，真正自豪係嘛？即係你咁靚仔，梗係租俾你啦，都租俾我咩？咁係你又交足租，又唔破壞，又maintain間得好，佢又唔使做咁多保養，佢嘅錢係靜待，咁所以咧，依啲錢係唔慳得嘅。冇錯，你呢個主意好好啊，就係揾啲代理人、中介人咧，即係啲租務代理咧，即係要幫你做啲咁樣嘅濕滯嘢。做業主咧就真係24小時 on call 㗎，水管漏水啊，廁所塞咗啊，半夜3更 call 你，你都要嗱嗱臨盡快趕去。嗱呢啲不足為外人道嘅，咁啊，同埋千祈咧唔好以為咧你做業主你係香港人，哇、啊！我梗係租翻俾啲香港嘅租客啦。嗱，千祈唔好咁樣諗，即係。依、这個咧就我補翻我自己頭先講嗰啲咩有住咖喱、咖喱、chicken 就唔好租嗰啲，唔係噶，你就算俾香港人，至分分鐘中伏嘅機會仲多。
即係因為我真係認真咁樣咧，同各位老友咧就係傾偈啊！即係你睇下你邊一區租翻俾啲咩嘅人。你如果你唔想租俾留學生嘅，你就即係要同嗰個人講，因為我要 steady income 嘅嚇，即係要有好嘅職業嘅，或者啊 family size 係固定嘅。咁即係或者唔係啲幾個 couple 一齊嚟走嚟租，咁啊點解啊？因為其中一個 couple 一唔租，嗰個另外一個頂唔順個租金。佢又頂唔順，交唔到租，你就自己窩可不甩嘅啫。即係你一啲嘅嘢，少技巧啲。即係我當然我係直腸直肚，但係你要注重呢一個 political correctness，點去 briefing 你嘅 agent。冇錯，所以喺加拿大你要租屋咧，係要交税單俾你嘅準業主睇咧。呢、這個都差唔多，都好多人都咁做嘅，因為你保證你有一個收入嘅來源。第二咧，就好多租務嗰個安排都會。要你交定晒啲期票啊，寫定晒由你租嘅一個月開始，一路到第12個月。嗱，如果你租俾人一年嘅話，即係有交咗第一期之後咧，跟住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12嗰啲支票寫好晒，寫埋即係 posted date 嘅一啲咁樣嘅支票。咁呢啲大家應該知啦。問題都唔係呢啲咁樣嘅手續，係一啲人。唔交租之餘，仲向業主揾着數，攞搬遷費啊，總之就有喐下咧，就走去呢一個租務法庭，咁啊就總之就係令到業主咧就冇啖好食。嗱，理論上係啱嘅，租客權益係受保障嘅，但係用咗一啲不法或者係一啲非法以至即係其實係違法啊，絕對違法，甚至刑事嘅手段，包括破壞人哋屋入邊嘅設施咧，去謀取好處咧，這個就係刑事都走唔甩嘅啦。所以冇辦法啊，嗰啲人唔好制啊，呢啲唔好玩鬥爭啊，同業主冇得玩鬥爭噶。啲鬥地主、階級鬥爭係嘛，仇富係嘛，即係成日覺得喺人哋屋企住就人哋 rip off 佢攞佢啲錢，佢有冇調翻翻轉人哋俾個屋你住，等你安身立命，俾個風水屋你住，等你風生水起係嘛，俾個安定嘅地方你住，等你依一個心境平和，你唔會咁樣諗噶。佢唔會所有諗呢種人民族嘅人啊，唔會諗嘢係對等嘅。佢唔會諗你俾個地方你，令到你舒服得舒舒妥妥當當。喂，你唔中意住，你亦都可以搬，大家係平等嘅，係嘛？你俾租人，人哋俾翻嗰樣嘢你。你啲嘢地方爛咗，你亦都係收到妥妥當當俾佢。嗱，鬧完呢啲租客，我就會鬧下啲華人業主。華人業主嗰種嘅心態咧，亦都係契弟嚟嘅，契弟之中嘅契弟。部分唔係全部。即係你真係好鬼死政治正確，大部分都係咁契弟嘅。呢啲華人業主咧，間屋咧，佢哋嘅諗法咧就係當雞咁樣嚟。總之我就租俾佢，我就盡量少維修，求 Q 期有啲嘢又僭建又唔改，漏水啊啲喉就亂駁難駁，佢冇呢一個 city permit 啊，各方面唔做足。咁所以喺住喺裏邊嗰啲嘅租客咧，就成日有啲嘅頭暈身興嘅呢啲嘅問題。當你去 complain 咧，佢哋當然就唔會揾呢啲嘅中介公司去 take care 啦。呢啲嘅華人老細咧，就自己上門去搞啊，頭痛醫頭啊，修修補補啊，貼貼揼揼啊，咁樣得個且個啊，冇漏水啊住啦咁樣，一間一漏水啊，閂咗個水喉，兩日都唔嚟整，你又真係企喺度幫佢唔到，係嘛？亦都我聽過好多好多呢啲咁嘅新聞，呢啲咁嘅 news。咁啊，所以你去做租客，如果係真係有個 agent 嚟幫你去代理，咁亦都換句話講，這個嘅業主咧。亦都係對間屋咧一個嘅 maintenance 啊、service 啊各方面咧有一定上下嘅依一個嘅 standard 喺度。係，你又比較公平啊！今次唔係就係鬧租客，業主都有部分即係好唔妥嘅。咁啊，呢個即係咁，亦都唔係一定壞人嘅，即係不同族裔都會有呢個狀況嘅。又要大家同講清楚個 disclaimer， 唔係針對某個族裔啊。咁啊，因為租屋俾人住喺加拿大，絕大部分都係。非華人，因為呢個社會係白人主導嘅社會嚟噶嘛，所以大家真係要小心啦。即係總之嚇，即係大家即係差唔多稀透翻起眼睛黃皮膚，就係即係大家就即係隔幾冷就一定揾笨 seven， 千祈唔好以為隔幾冷唔揾你笨 seven 啊，仲揾得金啊，唔好制添啊，你班友仔。所以大家揾屋租或者係租屋俾人咧，就千祈唔好用種族嚟分隔啦。啊，有時真係。人不可以貌相嘅嚇，即係好多時要做業主要做自己嘅 due diligence， 要做盡職審查，呢啲係你哋自己嘅物業，你自己去自己鏡住啦，自己睇路行啦，睇路行啊，各位老友。
咁啊，講緊我哋去到社交媒體 TikTok 咧，大家早排咧就話美國嘅政府同加拿大政府都係禁咗喺公務機構、公務員系統、政府機構嘅僱員，叫佢哋全部都卸載，唔好用 TikTok。咁而家咧就出現咗可能全世界第一間大學咧，就叫佢哋嘅教職員同埋學生要移除 TikTok 啊，因為又擔心後台有個隱私嘅風險。泄露隱私資訊嘅風險，點睇呢件事咧？阿龍，我哋我覺得已經係 TikTok 呢一樣嘢咧，我諗已經擴展到咧，唔係淨係公營嘅要禁嘅嘢嚟噶。而家開始個趨勢咧，就蔓延到去到民間嘅學校啊、公司啊，佢都唔准一啲嘅私營機構嘅員工咧裏邊嘅，如果用公用嘅手機有 TikTok 呢一個嘅情況，咁啊，即係你話係唔係即係啲人係？集體 bully 一個中國嘅依一個嘅科技嘅依一個嘅手機程式嘅公司咧，咁我覺得咧，即係冇鬼就唔會有，唔死人就點會有鬼咧？即係講真，即係佢自己本身，我開始越嚟越相信咧，依個唔係意識形態或者係對立嘅依一個之爭，而係依一個嘅手機程式咧的而且確咧就係會將一啲嘅個人嘅數據咧用一個隱密嘅方法就傳送翻去俾一個中國，而佢都係收集咗。西方國家裏面所有嘅人嘅一啲嘅私人嘅一啲嘅私隱同埋一啲嘅 database 啊，一大數據啊，無論佢哋嘅飲飲食食啊，平時去邊度啊，個人一啲嘅私密啊，全部都掌握喺度，係一個非常之邪惡嘅一個做法嚟嘅。咁我係覺得咧，即係 TikTok 呢一樣嘢到最後咧，分分鐘咧可能係會將佢落架同埋 ban 咗佢，因為呢一個係指日可待嘅事嚟嘅。只不過喺呢一個嘅西方國家裏邊。即係毒品嚇，即係我明知係毒品嘅，你要選擇去食嘅，咁我都冇計啦。你中意啊，你做個人選擇。咁喺咁嘅自由嘅大前提之下，佢亦都暫時未去到呢一個步驟，係要將佢 ban。但係喺個意識形態裏邊已經話咗俾你聽，呢一個嘅程式係有間諜程式，將你嘅數據傳翻去中國嘅可行性。聰明嘅你，咁啊唔該你咧，就係自己去考慮啦。即係呢個信息越嚟越咁嚟其 promo 得好越嚟越多，咁變咗冇多個大機構。為咗佢哋嘅員工啊，或者好似呢個 institute 咁樣，為咗佢哋學生嘅呢啲嘅，喂大佬，我哋分分鐘有好多呢啲嘅 research，特別嗰啲啊 postgrad 嗰啲嘅研究生係嘛，佢哋有好多嘅嘢喺佢手機裏邊噶嘛，俾你咁樣傳咗翻去，咁我哋咪走密係嘛，將我哋咁辛苦得嚟嘅呢啲嘅research 嘅成果啊，學術上面嘅呢啲嘅資料啊，喂俾你咁樣兩嘢偷翻晒去中國，我哋咪好蝕章係嘛？咁我諗喺個保障嗰度，佢越嚟越提升佢 education 同埋要。俾人哋知道啊，唔好用呢一樣嘢。咁但係當然啦，其實最緊要一樣嘢，老總，即係除咗呢個私密呢樣嘢之外，我反而我就會覺得而家 TikTok 呢啲嘅短片係另一上嘅精神嘅鴉片嚟嘅，會將啲人咧嘥晒好多嘅時間。我諗佢一定會有啲嘅 research 睇到啲人咧，不如睇啲2分鐘、1分鐘嘅片，越睇越過癮，好短啊嘛，下一條啊，即係食爆谷咁樣。你自己睇戲嗰陣時，哇，嗰個又 caramel 又呢一個嘅 butter 係嘛？喂，唔好再食啊！再食就肥啊！執埋依汁，食埋依汁就算啦。都唔好啦，再執多一汁啊！再執多汁，再食，食下食下又再食多汁，總之食鬼晒，係嘛？對身體好唔健康。但係 TikTok 呢啲短片就有呢種 addictive 啊，睇完一條再一條啊。但係到最後，佢睇完呢啲嘅片，就好似你食爆谷一樣，係對佢身體冇幫助、冇養分噶嘛。咁啊，即係精神麻痹咗你，同埋就將你。就已經係即係吸收一啲冇養分嘅嘢，浪費咗你時間，更有甚者一直喺啲片宣傳一啲低能嘢啊、自虐嘢啊、冚頭埋牆啊、做啲戇居嘅嘢啊，你都覺得咁啊有眼球，一紮嘅 loser，一紮喺社會上面爭取唔到啲咩嘅成就嘅人，就會做好多呢啲嘅片。原來我冚頭埋牆有幾百萬人睇，又會做呢啲嘅嘢，點解搞到成個國家嘅呢個年輕人咧不事生產、不思進取？思想戇居、單純，仲要做埋呢啲集體做一啲嘅低智能嘅呢啲嘅 app，對整體嘅國家民族嘅呢一個嘅發展構成非常之大嘅呢一個嘅負面影響，係唔禁唔得。嗱，即係而家咁樣華為之後咧，下一波就應該係 TikTok。冇錯。嗱，頭先你 TikTok 講咗嗰種網癮啦，即係欲罷不能啦，因為細細粒容易食啊嘛。係啊。最重要就內容啊。中共喺度搞大外宣啊，向全世界搞啊，利用你國家嘅語言去宣揚中國嘅共產黨，佢想你知道嘅東西，同埋用佢嘅敘事方式去塑造世界嘅
形貌同埋對於一啲國家嘅價值判斷，呢、這個先至係要害啊！呢、這個精神鴉片唔係就係形式，內容都係鴉片嚟㗎，哥。嗱，另外一樣嘢最簡單，近排俾人哋孖叉到飛起嗰個叫 DLLM， 唔係 Dalai Lama， 阿達賴喇嘛咪出咗條片出嚟，啲有隻字咧嗰一節節啊塞埋吞咁樣，即係大家就。咦，哇！依、這個特友仔係咪真係戀童啊？係咪即係依一個宗教精神領袖係咪咁樣？但係成條片咁長嘅，你哋有冇睇過先？但係你就係攞一節出嚟喺個 TikTok 裏邊大大隻字塞埋吞，咁你就唔知頭唔知路，你就會即刻就會覺得哇！達賴喇嘛佛教嘅依一個精神領袖，密宗嘅依一個嘅精神領袖，原來中意吸僆仔條脷嘅喎，咁樣喎、啊，咁大家都知道啦。達賴喇嘛嗰個嘅地位，如果俾人污蔑咗、污蔑咗。被人哋矮化咗，將佢等同嗰啲天主教神父成日戀童嗰種嘅 category， 邊個最中意啊？左膠最中意 ，OK？ 中國共產黨最中意。咁你睇得多呢啲嘅片，係佢哋西藏嘅一種習俗嚟，我聽講。係啊，就見到人哋突條脷出嚟噶嘛，係嘛？你記唔記得？你記唔記得去新西蘭或者紐西蘭旅行嗰時，嗰啲 Maoris 啊，係見到你嗰時係係啊，係叫做。Hello， 你好，是一種祝福嚟噶。咁啊，我估呢啲就係斷章取義啦。TikTok 就最優惠之，咁誒中共咪善用呢啲 TikTok， 所以而家咧 UBC 喺校園叫大家卸除佢。咁啊，呢、這個可以話前門佢都話難嘅。而家後門咧又驚有 TikTok 之狼啊。係啊，但我覺得好難嘅。點解呢？因為咧。呢啲後生仔咧，始終都唔明白到國家安全，即係正足調翻轉頭，嘅國家安全嘅依個嘅嚴重性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好似中國香港嗰啲成日都要講，你班僆仔唔知道國家安全嘅重要性，咁但係佢哋真係忽略咗，即係對中國依一個嘅國家對佢輸出嘅一啲嘅而家嗰啲嘅文化啊、software 啊嚇依種嘅背後嘅真正嘅對國家嗰個嘅危害嘅影響係點？嗯。好，咁我哋由 TikTok 咧，又轉入去大陸。而家咪有個拼多多嘅，係拼多多而家進軍美加啦。咁啊，用咗個名叫做 TEMU， 即係叫 Temu 係嘛 ？Temu 嚇，咁啊就係愛嚟冚一個我哋購物平台網上邊個最犀利啊？Amazon 冇錯啦。你睇到最近一個 Temu， 即係拼多多嘅。即係國際版或者海外版啦，嗰、那個攻勢宣傳攻勢喺所有社交媒體係排山倒海，用億億聲嘅美金，甚至去打入去美國嘅超級碗啊，即係美國欖球嘛。係喺佢嗰個大賽入邊買一分鐘嘅廣告，哇！令到美國人好多眼前一亮。What's it? What's it? 甜舞，甜舞。就是想霸佔一個網上購物的新的平台，想製造這個平台出來用來抗衡這個 Amazon。 你怎麼看呢這種這樣的、就是、不惜工本去霸佔已有的市場，是攻入西方的網上心臟，很難解決一個問題。因為呢在地球一體化之下呢、西方國家的人好逸惡勞、不付出，只是想、享受、買便宜。咁啊，天湖有一個最大嘅一個嘅優勢咧，就係、是、呢種網上購物嘅嘢咧，喺直接喺中國寄出，又或者喺中國裏邊咧，就即係佢哋係減省咗好多重嗰啲嘅重重嘅markup 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可能我直接喺個廠方，或者係嗰、那個佢直接過嚟，會一個即係好似類似直銷咁，直接去到你屋企，會平好多。喺平好多嘅依個情況之下咧，你哋就會發覺哇，點解爭咁遠嘅 Amazon 咁 Q 貴嘅？哇！咁大佬啊 ，Amazon 有好多嘅嘢，即係喺背後幫人 arrange 啊，本土又有 tax 啊 ，whatever 啦。咁但係我相信天湖一定有進口 tax 嗰啲嘢一定要計過。但係如果減少咗佢進口商佢嘅 markup， 又或者係佢自己本土裏邊一啲嘅 logistic 嘅一啲嘅嘢，佢直接可能喺中國嘅訂過嚟嘅時候，佢就會將個價格上面有咗好大程度上面嘅折扣同埋一個嘅優勢喺裏邊啦。好啦，基於我頭先所講，地圖一體化之下。培養到好多一啲嘅白種人啊，唔同嘅西方國家啲人咧，好食懶做，貪用平嘢，喺個嘅吃喝玩樂啊、衫褲鞋襪啊、玩具啊，
全部都要平應嘅情況之下咧，你係好難咧係抗拒到佢哋對呢一樣嘢嘅呢一個嘅誘惑嘅。即係你講國家安全啊、中國嘅意識形態嘅呢一個嘅侵略啊，你同佢講，喂，慘得過買件 T-shirt，你 Amazon 買30蚊，呢度19蚊喎，大佬，10蚊就出賣咗人格嘅啦嘛，10蚊就可以放棄一個國家安全啫嘛。好啦，嗱，呢個第一樣嘢，但係第二樣嘢，我覺得最詐忌係乜嘢咧？最詐忌嘅就係我哋 Amazon 唔可以喺中國裏邊，美國嘅 Amazon 啊，或者係加拿大嘅 Amazon，唔可以喺中國裏邊做呢一個網購喎，佢係駁啊。Q 咗你嘅喎，你就俾佢嚟我哋呢度喎。嗱，而最關鍵係咩嘢咧？我哋直接同佢買嘢，就攞咗我哋啲加幣啊、美金啊、英鎊啊，去買佢嘅貨喎，佢就收咗我哋嘅外匯喎。咁而家中國係最缺咩樣嘢啊？就外匯啊嘛，我哋要中共冚家產冧檔，就係要 cut 佢嘅外匯啊嘛，唔俾佢有咁多嘅美金啊、加幣啊各方面嘅嘢落到佢嘅袋啊嘛。咁你直接幫佢買嘢，我哋啲外幣找俾佢，即係喺加拿大裏邊，我一直反對大家用咩支付寶去找數，叫咩飯團係嘛，全部用大陸嘅 Apps，令到佢哋可以賺到我哋嘅加幣，攞我哋嘅加幣翻去中國啊嘛。我哋要中國攋嘢，就係要一定要佢嗰啲嘅外幣全部收唔到啊嘛。咁而家佢依一樣嘅方法，咪另一個嘅方法喺民間佢哋嘅立手吸呢啲嘅外幣翻去一個中國冇裏邊啦。錯，我話 Q 知你啲外資唔嚟我度買嘢撤資，咁我哋咪少咗訂單就少外幣。但係佢如果佢直接入到你嘅 doorstep，同你千千萬萬啊3億嘅美國人、4000萬嘅加拿大人、啊6000幾萬嘅英國人直接做生意，佢咪一樣吸到你啲外匯翻屋企啊？咪就係延續中共嘅呢個咁樣嘅命咯，等佢多啲錢咯，咁咪用呢啲即係化整為零嘅方法去全世界吸資咯。所以如果唔睇清楚局勢，以為拼多多有着數，你啊短期有着數，但長期你係養虎為患嘅。同埋你嘅大數據，again 又係去咗中國嗰度，冇錯。所以即係大家即係有好多個白人嘅朋友咧，如果同你講乜話天媒又點點點，我覺得你作為一個香港人咧，你要真正將呢一樣嘢解釋清楚俾你嘅白種朋友聽，或者加拿大人嘅朋友聽。呢一樣嘢你係養虎為患，你將你自己個吃喝玩樂嘅着數優惠，將國家安全咧就係犧牲咗，亦都係將呢一個嘅邪惡政權咧繼續都賣水俾養分，佢繼續可以傳落去。到最尾都係吞噬翻嚟，係啊，最跟尾住嗰佢日。又可以賺呢個錢咧，就收買呢個導遊多嗰啲嘅基金，又要起毛澤東像，係嘛？喺某啲嘅情況裏邊就唔准你哋發聲，就係咁樣啊！邊有咁弱智做啲咁蝕底嘅嘢㗎？送錢俾敵人嚟打你自己敲唔翻係啊！你呢啲係淨係法國佬子咁戇居、德國佬子咁戇居要做㗎嘛？嘅。法國犀利啲，德國都好似未做到咁出面啊！咁啊，而家馬克龍咧就自己以為自己好醒，變咗變色龍，而家就係吃不了兜着走啊！你同唔同意我咁嘅睇法咧？即係我會唔會太份過分偏激咧？有好多人話唔係啱㗎，啱㗎，邏輯上你呢個絕對啱㗎。喺民實際間上。上面，喂，民間嘅嘢啫，關咩咁多政治？喂，好多啲 BBC 啊、竹星仔啊，佢係睇唔到呢一樣嘢噶，啲鬼仔唉，啊都係唔明呢個問題噶。佢哋睇香港人家書唔明啊嘛，係佢哋好多竹升仔唔識個粵語啊嘛，咁所以識粵語嗰啲朋友就記得向嗰啲 ABC 啊、CBC 啊，即係啲本地土炮咧，就多啲解釋下呢啲東西啊。咁啊，有責任㗎，如果唔係咧，真係遲早淪陷㗎。我哋所喺以個網咧，上世界。唔好因為貪個1元8塊、10蚊幾個嗰啲便宜，咁啊中咗呢一個嘅陷阱。中國佬做嘢咧，即係開頭嗰一啖嘅白粉咧，係永遠係最貴嘅。好多嘅西方國家，我仲好記得以前我喺北京嘅時候，一個嘅 Volkswagen 喺大陸裏邊開咗一間公司叫做一汽大眾。咁啊 launch 呢一架嘅第一架嘅車喺中國裏邊叫 Bora。咁我哋嗰陣時公司仲有份咧，幫佢做一啲嘅 campaign 啊、advertising 嘅廣告嘅。咁但係啦，你德國佬去呢一個嘅大陸裏邊開廠，咁啊即係換句話講嚇，即係你以為好着數啦，用咗佢嘅廉價勞工生產啲車賣翻翻俾佢中國，咁你咪賺到盆滿缽滿。但係你以為咁樣喺中國裏邊開廠有着數，其實就係好似你以前喺東莞裏邊識咗一個嘅洗腳妹、洗頭髮嗰啲髮花。又話即係對你點好點好，唔使要供供養養啊！即係總之你俾餐飯我食啦，見下我就 O K 啊！依個係引你入局嘅第一個最毒嘅糖衣毒藥嚟嘅，之後跟尾嗰啲你就大 Q 鑊啦
係嘛？即係我到最尾，係啊，到最尾咪要你出賣埋技術啦，轉讓埋所有你嗰啲商業密碼咯，然後如果你走咯。我個工廠我就唔繼續同你合作，或者係有好多稅務上邊嘅嘢令你 suffer， 你就焗住跟住落去，因為你洗濕咗個頭啊嘛。啊，呢啲叫做引君入瓮。冇錯，中共最叻就係呢一劑嘅嘢，大家要認清楚佢哋嘅本質。蔣介石嗰個嘅名言：物通匪女，即係唔好同佢有任何民間文化樣樣嘅接觸，餓死佢哋，等佢自己大外孫，自己做呢個內循環。有幾多個人仲敢仲肯佢講呢啲共匪啊？我哋而家係好微弱，好少數聲音。嗱，講到共匪咧，咁啊，共匪當然喺香港搞呢個國安法啊，港版國安法，搞到香港人才兩失。而家咧啊，公務員咧又出現咗即係大批離職潮。我哋睇到稅務局嘅稅務嘅即係年報。80多萬人是没有税务的，即是再交税了，即是香港的税务的人口呢不见了80多萬人。那这个喂，一个税务的人可能一个家庭，即是说香港过100萬人是不见了的，对不对？可以这样讲的。那所以呢，即是跟秉承第一集所讲，香港是一个征收征费港，他唯有就要在很多的地方里面巧立名目，要依一個嘅苛徵雜税，收唔同嘅呢啲嘅費用啊，嚟填補翻佢庫房裏邊嘅空虛。嗱，其實好老實講，即係一樣嘢要做嘅啫，你就係唔好再搞啲咁嘅希望工程，唔好搞咁多啲大白象工程，唔好搞咩中心啊，唔好搞咩創科中心啊，創科中心啊，以前啊老董啊中藥講中心啊嘛，係啊係啊，咁啊而家有兩樣嘢就會攞香港人命嘅。其實嚇，即係第一，我而家都好唔明白，即係你起，即係大家嗱，即係認真啲講啊。當啲人同你講，哇，有高鐵，我哋就唔會俾呢一個嘅中共嘅呢個12、5規劃邊緣化，我哋香港就唔會係排除喺外邊啦。今時今日呢條嘅高鐵有冇人用咧？係嘛？變咗高鐵啦。係啊，即係另外嗰條嘅港珠澳大橋起完出嚟會移位嘅，又話啊緊接住呢一個嘅大灣區係嘛，聯繫國家嘅命脈，一定要做嘅。做完之後有冇人用咧？人哋嗰條廣珠澳大橋係時空漂移啊嘛，你唔識玩。嗰條第三跑，而家我哋嘅香港嘅國際機場排名已經跌出20大以外，啲人都唔嚟啦。又話點解好多人會飛機嚟啊？又話會乜啊？又話即係你唔起啊，就會蝕張啊、賴嘢啊咁樣。咁而家都冇飛機嚟，喺度第三跑出嚟做咩？打飛機啊？係嘛？搭飛機啫。咁你有冇睇得到一個又一個依政府所講嘅大白象工程，全部假大空，係嘛？未完喎，你講 past tense、future tense 就係明日大嶼同埋北部都會區。冇錯，明日大嶼都話你5000多億，你庫房而家得翻到6000-7000億，你用完曬之後就冇錢，係咪呢啲要抌低一個唔好做？或者好啦，你當你真係有依個需要啦，係嘛？我俾你淹我哋啦！我俾你大陸攞利益輸送攞翻手曬嘅錢，你冇一次過淹兩個啊？淹住一個先得唔得啊？冇啊！佢而家雙淹啊！係啊，係你個雙飛喎、啊，大佬，我都冇錢，雙中年代資都找唔到數，出邊食嗰餐冷麵都未找到數，你同我嚟個雙飛，喂，我點落樓啊，大佬？佢話你能力強，所以同你雙淹咯、啊。即係所以咧，即係你香港政府你自己唔審時度勢。利用英國人留低嗰個嘅叫做量入為出嘅理財方向，係嘛？咁而家你再加埋啲國安大法，一班廢物嘅官員做啲咁戇居嘅嘢，趕走曬啲人，後生嘅公務員一睇你要效忠基本法，我仲唔閃人？好啦，走曬啲人之餘，跟住你就會又放寬條例，俾大陸嘅公務員落嚟住唔夠7年，分分鐘都可以做 A.O.， 分分鐘去加入警隊，而家已經係可以啦。是吧，即是英國人留下，都不用了，是啊，英國人留下兩種人是一定要三粒星的，一定就是差佬，一定就是 AO， 現在差佬都可以不用三粒星了，看看何時 AO 都因為說沒有公務員給他們可以不夠三粒星都可以做 AO， 拭目以待啦，必定會發生。是的，司機都可以來駕香港的貨車了，是啊，是吧，工人又說不夠了，零售又說不夠人了，那你趕走了人嘛，那其實 你也是特意要這樣去做的，有能力的趕走曬，你咪填啲人落嚟嚟依一個嘅人口大清洗咯。其實公務員離職潮咧，反映個深層次矛盾，就係管治意志已經崩潰緊。嗯，
公務員隊五十幾萬啊，十七萬、十八萬也好啦，其實就係管治嘅核心。當呢個咁樣嘅專業團隊，我哋叫做文官體系，都無心戀戰，知道香港冇前途，所以佢哋係跳船。呢、這個跳船咧就係一個信號，香港已經沉緊。所以呢啲喺船頭嗰啲人首先走先，因為佢哋知道個船已經捉咗潮啊，撞咗海底嘅冰山。嗱，我係見到佢嗰個 age range 咧，一頭一尾。年輕的閃人，因為不要蹉跎我歲月，我細路仔大把世界。另一種我見到是四十到五十頭，未到夠鐘去retire 的那班人都閃，那梗係 BNO 移民嘅啦。即係講真，佢亦情願蝕緊啲退休金唔攞啊，佢都要走人啊，因為佢驚如果我貪埋你嗰兩三年攞你個一球兩球。然後跟住有啲咩投人申慶，我犯咗國安法，因為你反對咗某一啲嘅嘢 ，against 咗基本法，對呢個番茄炒引起不忠，分分鐘連剩低嗰啲水尾嘢都攞唔到啊！仲唔阿婆走得快，梗係有古怪。咪就係咯，而家公務員再加埋稅務局嘅，佢話有成八十幾萬人，咁啊睇到香港係而家開始瀕臨崩潰啊！唉，我又我哋時間差唔多啦喎，我就唔想即係講到我嘅出生地，我愛越最熱愛嘅城市，即係去到咁。但係講真，即係唔將佢嗰個問題即係篤爆咗出嚟咧，我條氣又忍唔住。都唔係你有心篤爆，而實情係咁樣啦。我哋講緊全部都係公開嘅數字、公開嘅新聞。咁我哋即係分析，即係呢個時局咧，的確去到一個好關鍵，大家要不得不思考前路的時刻㗎，係嘛？《東方日報》咧有一個民調嘅調查出嚟咧，有好多甚至乎英文唔靈光、外語唔識講嘅人咧，其實都喺度打算緊移民，即係去到另一個城市，我唔識講佢嘅語言，哎呀，老虎蟹都要走啊！咁你都可以反映到香港而家嗰個要逃亡嗰個嘅情況，嗰個移民潮係只會越演越烈嘅。冇錯，唔係我哋鼓吹，而係成個政府嘅施政同埋中共嘅政策咧。是做到大家都無心再住下去，本來攬住不走了那二十幾年，誰知現在你一個反轉就是回潮，再搞回大陸那套，大陸都不搞事你都搞，來到香港整個國安法，就是大家知道整間屋都被你拆冧了，那些人就好像我們溫哥華這個華埠上面的遊民一樣，周圍走咯，散到同城市的不同角落，在地球村的地方找一些安身立命的地方，是吧？老岳，唉，没办法了，即是历史一直在重复着，人类都是一直犯同一个问题。好，那么讲着这么多，好多谢各位支持，记得点赞、share 和留言、subscribe 两个台。多谢大家支持啊。好，下個禮拜我哋再同大家見面，希望下個禮拜我哋可以出嚟賞下櫻啊，老總，差唔多時間要影下啲櫻花樹啦。希望趕一次，嗰啲櫻花未曾飄落嚟啊，嗰啲所謂嗰啲好差異味嗰啲櫻雨已經開始，我有一地一兩條街已經見到啦。咁啊，今個星期十五號同埋十六號咧，喺 Vancouver 嘅依一個 Vancouver Garden 裏邊咧，有一個嘅櫻花節，咁啊，大家都可以去賞下櫻嘅。是啊，那些櫻花的碎片，哇，飄下來那種鏡頭那種感覺很特別的，好嘛，希望不要搖樹啊，你班友仔，不要製造特別效果，搖樹好像某一個國家的人那樣啊，即是這是犯法的，我見到不可以搖樹，不可以掹，不可以掹葉，不可以搖樹，不可以咬枝，什麼都不行的。是啊，好，好吧，不過我相信我們的網友在加拿大都知道這些規矩的啦，這些真是十分之冇公德心啊！咁样做吓，冇错，好，好，下次再倾，多谢各位，好，拜拜。